谢谢啊。我和某些人对视三秒，我在他们眼中就会变成理想型，这给我带来了极大的困扰。哎，谁啊你？那是你该坐的位子吗？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纪承川。承川？好久不见，董事长，我回来了。有没有看到一个女的，长发黑长裙？你干什么？又是你！不想被发现就别动。啊，你这边，那边有没有？没有，没有，这边。对视，又是你。认出我了吗？认出你命中注定的真爱了吗？很好，就是这个 timing。 是我。能放手了吗？你过来。你不过来我过去。走。你要干嘛？别动！你看着我的眼睛，要是能撑过三秒，我就给你跪下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什么都别说，看我！项链在他那儿。包了，我现在拉闸，你摸黑上。程川哥哥，下来玩啊！哎，你快下来呀，等你半天了。下来，你就跑不掉了。你这样不热身就下水会抽筋的。哎呀没事。哎哎，抽筋了。没事吧？没事，谢谢。我真没事，不用看病了。来，坐，在这儿等我。哎，小姑娘放松点啊，你再这样我没法扎了。别怕。